哎，我操！这下怎么没到他？好亏！我这波点火都挂慢了，给他那个回到血了，但是这个人竟然还不交闪，上路被这样子越吗？我征服者这个三级 Q 你可吃不消哦，你快 Q 闪我吧。你死了，兄弟，还搁这一逼呢？没有意识到危险吗，兄弟？这把稳坚第一，不能死。这个大招伤害没打到吗？你以为你安全了吗，小老弟？哎，别！把E交了，敢拍我眼？胆子有点太大了吧？防了，我还有闪。后面这两个能杀吗？在这里蹲一手，对面下路在这里。一个大招推两个，全杀是不？喜欢游走。哎，怎么豹女拿了三杀呀？不能给豹女喂起来呀。换线，你疯了，船长？你是觉得你能跟我打？就断他后，不让他走。这豹女怎么双杀了？看谁杀得快呗，补完了对面，哎呦，来，给我送，过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，我去，什么鬼啊，这船长，这太变态了吧，他这破装备直接给我秒了。我不能扛，推线去吧。伤害了你，快杀了！
加油，塞拉斯！我去，这没杀掉啊！这么拉垮吗？干得漂亮呀，对面总算伤害一次了。我来了，豹你不在，那我的舞台不就来了吗？兄弟，这波看我表演。怎么说，三个人是吧？给我给我给我，能杀一个吗？舒服，双 buff 正好没蓝了。等等两剑啊，他不会又把我秒了吧？没道理的，这波到我秒你了。我来了，有闪吗？滑板鞋闪一下，可惜，回一波吧。不能回，跟他们杀吧，是我回，他们把人杀完了。我心态崩了，不这也能死啊？这我不信你能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真要走啊？这个大招一锁，你没道理再走了吧？这波一打三杀了 MVP 有了，但对面估计不敢跟我打。哎，真敢来打。真敢来打，只能说胆子有点大，不知道我的强大。大招，哎呦，这个大有点可惜，直接来。别跑别跑，驼背可以，没事，无所谓。K 头没用的，这波伤害都是我打的，伤害是我打的就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他消液。可以在这里把他杀了，差点伤害吧，头是可以不打了，懒得跟他斗智斗勇了。这 MVP 到底给谁让系统来决定，但这波我不能死啊，这波我死了。多 K 几个头，完了，这船长没 K 到。又被他标了一下，又给他刷了一点伤害。他20个助攻。